下面这台北汽 BQ40，要给油啊，冲才行啊。四零上来必须要冲的。我来丢你。冲啊！这个坡还是很陡的啊，应该从这个视频的这个角度啊也能看得出来，这个坡还是挺陡的。但是这个一勾四零啊，雨淋板，没牵锁，哎呦，不给油上不来，还容易断。不给油，你今天车干坏了，可能再上不来。给一下油，一下飞上来了。没事的，兄弟站在这里。越不给油越坏车这里。这里就是稍微带点惯性了嘛，这样过去了。你咋样啊，张哥哥？我你让开一点啊！三条腿下来，三条腿过来了，来拉我，不拉我过去。不拉。现在这个坑已经填得好深了。倒回去，倒回去，油门到底。咱也把车开走，藏起来。往右边摆一下，不给他打脚吧，对，必须自己冲上来。好，来把车开走，藏起来。一，倒，打右，往回倒。车没摆过来呀。摆过去。你要跑？我一把上不去，不拉我。好。我脑袋折了。可以。明天来拉。啊？明天拉。你就从那个下来的时候就把锁开着，不是，然后一鼓作气就上来了。我的车已经被那个开走了，好飞，不再这么玩了。他家那个水已经开走了，快走。对嘛，这个油门到底了，这哪里上不去的坡嘛？看到怎么上来了。